你网页上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有个兄弟啊，他结婚，让我给录个结婚祝福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no 客气。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啊！我从别的地方磨练历练过来啊！我让你们这些小子，这些钻石白金的这些小子，见识见识，我现在到底有多狠！我让你们看看我历练的成果。他搁这儿呢，好像，找他，在这儿等他。你也想结婚，给你找个新娘子吧。你自己打吧，自己开吧。小螃蟹，这一级学艺的螃蟹，属实是有点看不懂啊！这怎么一级学个一技能呢？那不能打了，那一级学艺，你这有点过分了，这是怎么能学个艺呢？你别让我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让我生你就死。这波注意看啊，一个小细节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。我为什么 W 放不出来呀？卡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摁了，为什么出不来呀？我这是我。天哪！我真的摁了，我不是没摁，我真的摁了。闪了吗？闪没闪？过来跟我杀挖掘机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是挖掘机呀，杀螃蟹呀！哎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兄弟！慢慢来吧。他们家这打野真是我爹呀！操，吃我两波馅儿，跟我说要帮我赶客一波，我这上当了，我是真是上当了。他五级，我三级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他这个一技能还是链儿抬到我真的了呀？我真是鸡巴醉了，这都不是，这为啥抬到我真的了呀？
不是真不打了，两回了，那为什么老抬到是真人啊？这是啥玩意儿了呢？真是吐血！哎呀，我个人感觉我操作好像没啥太大的问题，说实话，这搞不懂为什么，我估计他都快升六了，这都。哎，这玩意儿真的有这么难躲吗？好像没有吧？扎我一下要死了这。这车估计是堵不到了，来人呐，兄弟啊，帮帮忙啊！是时候帮帮忙了。回家吧，这把可能得靠队友了。哎呀，想我中韩第一侯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，兄弟们。慢慢来，冲一下，我好像没资格打一下。不能回微信了。我能单杀他们，你们信不信？见一波啊，这个位置给他插个眼儿，他们俩可能会过来抓我。我现在我都害怕，真的，我跟这螃蟹玩我都害怕，我就老害怕我放个假猴他也能给我背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我都贼害怕，这人我都不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，躲技能躲不下，躲不掉。我操，你们这有点过分了，这是有点过分了啊。呀妈呀，我闪吧，别闪。一点面子不给我，真的一点面子不给我。咋不放E呢？先发育，这不在发育呢吗？那你中单来了呀，你说咋办呢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打的真烦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这打野也不来，你说来了就送人头，来一回送一回人头，来一回送一回人头，把我害死了，要么就。来一回呢给我害了一波，来一回呢送了一波人头，真真正正帮过忙的几乎没有，难呐。不过我们家下路啊有点猛，说句实话，
其实螃蟹这个一起手动作能看得出来呀、啊。哎呦我操！这不行了，我硬怼死了，这没办法。我有血没？10分55应该有，差一分钟有血。下路已经干到二塔了，加油兄弟们！放先锋还不跑，肯定不能跑啊！但你不要着急啊，虽然我这把劣势，但是。我宗师的意思兄弟不会差，你看上去可能我们是有一点小难，但我其实心里没有一点点难受，你明白这种感觉不？只要你没有这种难受的感觉，你这把啊就能写得来。你别看我0-5，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逆风。送人头的来了，杀个小黄毛啊，杀个小黄毛，哎，再来两层塔皮。对，你就杀我吧你，哎。来呀来呀，臭弟弟，还杀我呢，杀一个我看看螃蟹啥装备呀、啊，也就一个破黑切，说句实话，也就个破黑切。我什么装备呀、啊？我也一个破黑切。他多少级啊？9级，有用吗？我都跟你说了没用啊。左边呢？没用。一点用没有，这波得去支援队友啊。来，这波得下去，这再不下去就不行了啊，这波就是4-5了，那肯定是不行，4-5估计可能有点够呛，不一定能打得过，我们直接下来打了呢。谁的小龙？为什么小龙被抢了呀？怎么会有点卡呀？声音有点低呀。哎，哎啥？妈呀，这也行啊！
换他，我们现在换他其实都值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他老赶客，我给我打，给我打生气了，你导致我这波必须得干他。开个加速器，打国服还得开加速器啊？把真的蓝枪给杀了，你在干嘛呀？给你打个蓝，ADC 推中，我们去上路收兵，左一，哎呀，真的卡，有点卡呀。还有点夜。哎呀。你就来，对，你就来上。我看你那中路你守不守啊。其实我跟他爬你都没差多少钱，也就1000块钱。三个人头差不多，也就是三个人头左右的钱。露露这波不要死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，不要害怕，这波可以干。他们如果敢继续追，他们就得全死。有E没有？闪现E。其实我觉得你直接闪现一个 Q， 可能那螃蟹就没了，不闪呢。往下走吧，哎呦哎呦哎，人头，FPS 有点低啊，延迟也有点高啊。Nice。这不行，真是。没有蓝了，这波有蓝我不把他们全给杀了，我天哪。
这就体现出来气定神闲的作用，看到没？正好吃点饭，这波还行吧，不是特别亏。先打艾欧尼亚吧。呀，你什么了？我咋了呢？一会儿出去开个加速器啊！这头一回打国服还得开加速器，可能因为是我这网通的网嘛，这打电信。没有这些玩意儿了呢，螃蟹杀了！哎呦我靠，给我套个盾！吃个血瓶。不要让分局给吹死了。好，两路一破回家。大龙最好是变狼啊，这些小兵我那是日了你的哥呀。这 ADC 这么猛吗？猛啊 ADC， 但是这个 ADC 为什么猛？因为我没在他对面，明白吧？